祝大家开工都大吉，好不好？老谢的生活日常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谢的生活日常。今天是大年初四，在这边先跟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，不管是事业啊、家庭啊、学业啊，或者是爱情啊，只要你想要的哦，诸事顺利，诸事大吉，好不好？初四这个日子还不错，所以我们选择初四这个时间来开工。那时间呢是凌晨的1点到3点，所以现在时间是2:09。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红炉地，哦，综合的红炉地，就在我们这个 YouTube， 好，开工大吉，我们就选择今天初四来开工。我们爬上来了，虽然没有几阶，还是真喘，还好没有从山下爬，要不然真的会累死。拜完土地公，然后也换了钱母，好不好？那开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发开工红包。不要以为我们公司现在只有两个人，我就没有准备，好不好？我还是有准备的。祝我们摄影师开工大吉！感谢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然后准备了两包，我自己也一包，祝我自己开工大吉！祝大家开工都大吉，好不好？开工一定有红包可以领，整年顺顺利利，好不好？刚才看到的是红炉地的夜景。我初步推估啦，应该有二十年以上了，因为它是卖以前我们小时候那种纸杯的咖啡，一杯15块，奶精可以减量跟增量，然后有卖热的跟冷。你有多久没看到这个机器了？还蛮好喝的，有点焦味，这种焦香味。可以，15块来讲 CP 值很高，而且是机器，真的是古董。我今天的生活，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。那我们现在开工，成功，我们回家吧。好重哦！今天开工有你有我，记得订阅，大家拜拜。